大爱感恩科技环保教育绘本，主题摇篮到摇篮。大爱感恩科技秉持环保绿色永续发展，导入摇篮到摇篮循环设计概念，成功将废弃纺织品回收再回收。您听过回收再回收 recycle to recycle 吗？将环保毛毯裁切所剩余的布边回收，使用物理法加热，再制成二次回收聚酯粒，进行抽丝、织布，亦称循环经济，也称之为回收再回收 recycle to recycle。你有想过回收再回收 recycle to recycle 可以再制成哪些环保产品吗？大爱感恩科技开发出 R2R 系列性环保产品，如围巾、背心、防护立体口罩、毛毯、衣架、拉链、偏光太阳眼镜，循环再循环，把废弃物变资源，再次制造成我们的生活用品，物命归元，让人人更能懂得身体力行，知福惜福再造福。这些环保产品是从环保菩萨、合作伙伴到企业家的爱心接力，每一件环保产品都能感受到爱与温度，您是否也感受到了呢？大爱感恩环保产品的爱与温度源自于三大核心价值：环保人文、爱心接力、完全回馈。大爱感恩科技串联起不同年龄层、不同宗教信仰，来共同努力，都是为了爱护、保护我们的地球。期待与您一同缔造和平永续的世界。Simple action, big difference。大爱感恩科技环保绘本四大主题之一，摇篮到摇篮，与您分享。